本是释迦牟尼佛，听力为数智慧有上，听力传承答案上书上生上为妙法，对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皆如来真实也。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大圆满千心引导文。这个千心引导文里面呢，现在正在讲，这个疏密无常里面。这个前行法呢，就大家应该清楚，是可能这次讲的比较广，那么，可能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我希望呢，我们在座的道友啊，不管是城市里面的还是佛学院的常住的这些道友们，都应该，这个善事善终啊，就是。极个别的人，如果这个学院里面要离开的话呢，你回到就各个自己的地方呢，还是要继续学习，因为现在依靠种种方便方法，各个地方呢，我们就是设立一些这个学习佛法的中心啊、道场啊，这样应该有这个缘起和因缘，所以希望呢。在这个两三年当中啊，就是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讲呢，我觉得是，不是那么长啊。如果在这方面就是不能三十三种的话呢，我们三个阿僧祇劫啊，这个行持善法啊，就是断除障碍，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自他都应该发这个愿，这个发愿的力量很强的，如果你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原理的话呢，很有可能啊，现在魔法时代的这个凡夫人呢，在这个外面呢，这个环境很恶劣，我们所见到的、所听到的这些，这个外境当中呢，对我们带来种种的这个危缘，你的这个修行呢，始终都。不能这个坚持下去，有这个障碍啊，就有这种障碍，所以说，我个人也是经常这个祈祷啊，就一生当中呢，将这个法啊，就让这个讲的圆满的话呢，就是自己心里面的一种，也是一种成功啊。当然，这个如是的污浊这个猖狂的这样的时代当中呢，不管是讲者也好，还是听者也好，如果我们真的要这个完成这一个大的这个巨大的这种任务的话呢，那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就是要坚强啊，要坚持到底，就是应该有这样的勇往直前的这种这个心灵啊，或者是理想。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希望啊，每个人呢。我像是除了更重要的有些事情呢，不一定能这个照得到的。当然我们学习这个，这个前行当中的话呢，也有各大教派的一些高僧大德也好，或者是一些虔诚的这个居士。所以呢，我想这个学习佛法呢，就是都不矛盾的，都是释迦牟尼佛，这个传下来的。就这样的这个传承的话呢，我想不管是任何一个宗派当中的话呢，就是都可以接受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前行里面所讲的内容的话呢，韩传的天台宗也好，净土宗也好，淮安宗就种种的这些
台北啊啊都没有啊这个不承认的。如果你不承认，哪一节不承认？苏敏无常不承认，还是轮回的痛苦不承认？你这样一一剖析的时候呢，会发现就是各大宗派你可以这个接触的。我们藏传佛教当中也是这样的，只不过是有些敲诀的这种方式方法不同而已。实际上呢，我们也经常啊就是学习过一些萨迦派和格鲁派和还有就觉朗派和噶举派的种种的这些敲诀和这个法门。所以以前的高僧大德们的历史和传记来看的话呢，他们都并不是一味的执着自己的什么一个教派啊，不是这样的啊。就是最近有些人也给我问那个，就是磕头的时候呢，就是除了我们上师如意宝以外啊，其他的就是各自的上师可不可以观想，可不可以用通过这个。有些人给我直接的、很直接的说，我实在是对你起不到这个信心，就是我可不可以，这个观那个其他的上师？我也回答说是，这个我从讲课开始到现在呢，就是也没有一句话说过是你对我这个祈祷啊，你对我起恭敬心都是没有说过。但是我是对上师如意宝很有这个大的这个信心，就是我劝呢，就是大家祈祷这个上师如意宝这句话是说过的。但是如果你们觉得是上师如意宝的有些传承啊，就是对你的这个缘分也好、信心也好不太足的话呢，那你用那个你的这个上师啊，就是作为根本上师来这个观想啊，这些是应该是可以的。西部当中也没有说是非要是蒙一个上师就一定要观想为他，就并没有说过。以前我用一个比喻啊，就比如说太阳的光呢，就是如果啊，就是用一种这个镜子啊，就是用一种火镜来，就是照射到这个任何一个物体上，任何一个东西上，然后让它就是烧热或者是这个冒烟的话呢，那么中间的这个镜子呢，就是一定要是真品，就是不能就是假的这个镜子。如果是假的话呢，就是它不能受太阳的这个光。如果是真正的这个镜子的话呢，任何一个镜子的话呢，都可以这个就是烧出这种这个火来。同样的道理，这个山之石呢，一定要就是按照我们这个须菩和这个什么毗卢遗经里面所讲的那样的这个具有法相的这个上师啊，这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是真正的这个上师的话呢，那么就是他是指作为汉族人也可以、藏族人也可以、蒙古也好，还其他的这个就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上师的话，都没有什么这个不可以的。有些人的修说是啊，现在某某民族的这个上师是才好，就是我们本民族的不太好，这也是苦鲁怪文的一种语调。实际上呢，就是佛陀的这种教法的话呢，就是不分任何这个民族和地界啊，就是不分的。就只要是心里面就是真的是对众生有这个悲心啊，对空性法门有所理解的，这样的这种上师的话呢，都可以呢，就是作为这个如来传承的这个补处啊。就所以说呢，我想那个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希望大家呢就是每个人呢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法呢，就是要看的这个。比较就重啊，就是应该是重视起来啊。现在实践人呢，极个别的人的话呢，确实是把自己的生活都就是抛之脑后，就是一心一意的求学，有这样的非常高尚的境界。相当一部分的话呢，好像在自己的这种这个忙忙碌碌的时间说事的这种以外呢，就是有时间就是随便学一学，就无时间呢就不学，就是只是挂个名称而已。当然这样也是对你的相续呢或多或少就是也许是有点这个利益的啊，就一点利益的。但是最重要的呢，就是每个人确实是需要就是发一种这个心。比如说我们每天要求磕头啊，每天要求磕头的话呢，不是那么简单的。尤其是对难度者来讲的话呢，就是磕200个头也是对他来讲是有点这个，因为不愿意动啊，就是一直觉得是自己的这种这个肉体的话呢，就像这个老母猪一样的，就是一直这样躺着睡着的话，那就非常舒服的。就是这个这样这个蓝天就是这个在这个上面存在，就是绿绿的，就是大地就是存在的话呢，在这样的这个自然回报当中呢，享受这个美好的生活，是自己觉得是
优胜之年当中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有些懒惰者的这种生活方式呢，就这样的。但是如果精进者的话呢，一天可以两三千个头的话呢，他绝对是还不足啊。就是好像这个人生懒惰太重要了，因此你磕一点头呢，就没有什么的。所以我们现在对大家的要求的话呢，也并不是按照这个特别精进者的要求来这个衡量，也不能呢就是极为懈怠者。懈怠者的话呢，除了这个吃喝玩乐以外，就是对他来讲是什么都是一种压力。我经常在想，我们这个凡夫人呢，真的是有一种，做善事呢，就像是爬山一样，就是相当这个困难的。哪怕是短短的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们啊磕十五分钟的头啊，磕十五分钟的头的话呢，我可能想几次啊，就是时间到了没有啊，就是可以了吧，可以了吧，可能会这样想的。如果我们造恶业，或者是处于一种无记的状态的话呢，一十五分钟对我们来讲是就根本就是没有这个发觉的啊，就特别快。比如说你一个跟朋友呢，就随便聊天呐，就或者是打电话，或者是跟他说说话的话呢，那十五分钟不要说，两三个小时呢，就是一下子就过了。所以在这个非常这个宝贵的这个时间的话呢，就是没有意义当中这个消耗呢，对我们来讲是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让我们的这种时间呢，就是用在一些真正的这个佛法上或者是定界上的话呢，对自他来讲是就是相当这个困难的。但总体上来讲呢，我想是这个确实啊。就现在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尤其是大城市里面呢，许许多多的人的话呢，对佛教的教理呢，就是一窍不通啊。然后现在呢，就是稍微有点这个明白，这个明白呢，不要沉溺在一种这个文字上，或者是这个语言的表面上啊。就是一定要融入自己的心。一旦你的这个佛法的教育融入你的心的时候呢，我经常所说的就是会融入你的这个生活当中。一旦融入你的生活的时候呢，那你的这个心主作我呢，就是不离开这个佛的慈悲和加持，就慈悲和这个慈悲和加持。所以，我想呢，就是在座的很多道友的话呢，也确实是，有时候我看到，就是我们这个包括我们学院里面的一些这个出家人的话呢，就是很不简单啊，就是在社会上呢，有地位、有名声、有财富，就是什么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的，荣华富贵的话呢，就是样样齐全，就无有不足的。可是这些都是全部就是抛弃啊，就然后到这样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气候恶劣啊，就是这个条件就是非常这个缺乏的，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寂静山里面，就是求学的话呢，最开始的这种发心呢，应该说是非常纯洁的，而且也值得赞叹的。但是我们凡夫人呢，刚开始的这个偶尔的这个处理心呢，不能恒常保持。就是有些修行人呢，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的这种道心的话呢，就是一直是蒸蒸日上，就是永不褪色，就是这是我们值得这个学习和应该是这个就是需求的这个目标啊，就是需求的目标。而有些人的话呢，刚开始的时候呢，那种这个信心呢，就是太梦里了，就是太梦里的时候呢，我都担心就是会不会，就是落得太这个快了，就会所以呢，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信心不是特别大，也是我就觉得也可以，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啊，信心大的不得了，就是两三天的时候看着上师就是一直哭啊，就哭啊，眼泪都太多了，就是有时候担心呢，这个一直哭，最后眼泪永远会不会。会干呢，那就是，所以到时候真的需要哭的时候就哭不出来，就是有这种感觉。当然，几个月人的话，那可能也是这个前世的这种因缘缚束啊，然后自相续当中的这种三根呢，就是自然毛发，就是在这个时候自己也是禁不自禁，就是无法控制，就有这种可能性。不管怎么样呢，我希望我们这个修家心呢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就是这个是确实很重要的，就是没有这样的这个修行的话呢，也许可能你会得到就是非常高深的一些观点啊、窍诀啊，但是呢，真正对你的相续有理无理呢，就是希望有智慧者呢就进行这个观察，就是观察之后的话呢，才会这个明白的。总而言之呢，我们这个现在这样的这个修行的话呢，肯定是对大家是这个有利的，只不过是凡夫人的习气太重了，就是不能圆满的这个事情呢，有个别人呢，就是因为不能这个所有的这个法，就是让心持的相当的这个圆融，所以自己呢，就是自我侵蚀，自我这个这种
怎么说蔑视，就是觉得他这个坏蛋，就是什么法都修不来，就天天都是用那个拳头来就是打自己的这个头啊，就是这样也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毕竟是不是这个圣者，不是圣者的话呢，就是肯定有很多的这个烦恼啊，就每一个人表面上的时候好像是金菩萨一样的非常慈悲和蔼，就是可是呢，就是相续当中。没有得到圣子过位之前的话，那肯定有非常这个强烈的这种贪心啊，可怕的嗔恨心啊，还有呢就是一些迷惑的这个愚痴心啊，以三大烦恼为主的，就是八万四千烦恼呢，经常是缠着我们的这个相续，这是绝对是有的啊。但是呢，这个学习佛法和不学习佛法呢，确实是有天壤之别，这是自己也是应该知道的。你以前就是搞迷信呢，或者是根本没有信心的时候的对生活的对待和现在学了法。以后的这种整个对万事万物的这个价值观呢，还是有着这个许大很大的这种这个差异，就所以。我想呢，我们在座的道友们呢，就是还是这个道心不退是，就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刚开始不是特别的这种这个强烈，信心不强烈也不要紧的。然后这种这个信心呢，就是要永恒啊，就这个是很需要的啊。就下面呢我们所讲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说今天讲的第五个问题，也就是说是四维各种语义而这个观续无常，就是有种种的比喻啊，有种种的意义啊，来这个观续无常啊，所以这些这个比喻和意义的话，那我们这个观无常方面呢，还是起很大的作用，就是我记得弥勒日巴的这个。专辑也应该道个集吧，就是里面呢就是讲过，就是通过这个八种比喻来这个观修无常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这种怎么说啊，就是金佛啊，就是用这个金色的这个佛像，就是在画的藤卡，就是那些的话呢，始终是这个最终啊，就是会这个褪色的啊，就是褪色的，就是这是一个比喻。然后第二个比喻的话呢，就是这个美丽的鲜花，美丽的鲜花的话，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呢，会被这个白霜呢，就是会这个吞没的啊，就是这是第二个比喻。然后第三个比喻呢，就是。这个山谷里面的这种这个怎么说啊，就是那个瀑布啊，就是这种泉水啊，就是它呢就是虽然是就是奔腾咆哮，但是呢到了这个低处的时候呢，就是平静无声的啊，就这也是一种这个比喻啊，就是这是第三个比喻。然后第四个比喻的话呢，就是这个缕缕的这个稻田呢，就是稻田的话呢，就是最终的话呢，就是被这个碾倒，就是会砍割啊，就是全部呢就是会砍割的。还有呢这个应该第四个比喻吧。第五个比喻的话呢，就是精美的初端呢就是最终也是被那个尖子剪掉的啊，就是裁掉的啊，就这是第五个比喻。第六个比喻的话呢，就是珍贵的这种财宝的话呢，最终呢就是人们也是会这个被抛弃的啊，就是会被抛弃的。然后第七个比喻呢就是粗善的这个信誉啊，就是虽然是很这个亲密的，但是他的这个性状呢，就是也是会改变呢，就是因为上宣云的时候越来越就是这个就是胖肥，就是他那个性状呢，就是有所改变的。第八个比喻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刚生下的这种可爱的孩子的话呢，也是会照到就是突然的这种这个违缘的时候呢，会夭折的。就是通过这八种比喻呢，就是已经这个说明呢，就是一切万法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它的本性上，也就是说一切万法呢，就是在它的本性上的话呢，就是都有就是不断的改变啊，不断的就是实现这个无常。我们没有受过无常教育的实践的一些无论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他在他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就是没有这种概念。那就我看到经常这个有些出家人呢，有些在家人的这种这个想法啊，就是应该说是对这方面就是一无这个所知啊。
我们也清楚，就是现在城市里面的忙忙碌碌的、许许多多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他们觉得呢，就是这个时间呢，就是已经这个恒长不变的，好像自己的这个身体呢，也真的是让这个注视这个千万年一样的这种感觉，这就是错觉。因此，我们只要这个疏导过这些这个生生发芽的窍诀，尤其是自己亲身呢。就修过无常法门的人的话呢，那绝对会，对这个玩法的这个执着就是相当的这个淡薄就是相当的，看得很淡的，就是可以说是，一旦你的这个眼前呢，就是出现巨大的这个无常的时候呢，你不会很惊讶的就对你来讲是这是很正常的。比如说突然你就就是听到了，就是你的这个亲人死了，你最这个关系最密切的人已经这个离开世界了，或者是他的这个行为呢有所天大的变化的时候呢，一般的没有学过无常的人的话呢，就是他就接受不了，要么就是选择自杀，要么选择这个这种非常这个大的这种改变呢。其实这些都是我想作为实践人观待生活方式方面的话呢，应该是这个学无常是很重要的。因为我那天看那个我们部队协会里面很多人呢，就是这个年龄都是大概是四五十岁以上的。我想，哎呀，二三十岁的人这个学了无常最好的，因为二三十岁的人呢，现在是在这个国际上也好，中国也好，很多人都是在就最这个敏感的、最痛苦的呢，就是在这个感情上出现很多很多的无常的变化。如果我们这个学了无常的这些人的话呢，他一旦就是失去了他最喜欢的这个人啊，或者是这个时候呢，他就心里面就是有所准备啊，这是无常的，就是用无常两个字来对着自己的这个相续或者是控制。可是这些人都基本上都是没有这个学，就是百分之可能是得不到。就是我那天统计了一下，就是看到很多道友的话，那基本上是这个四十岁以上的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很多是也许可能在外面就是读大学啊，就是读书啊，就种种原因，所以说呢，就是以后啊，就是很希望呢，就是尤其是这个无常观的话呢，我觉得是外面的真的是实践人呢，很多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怜呢，就是他们对这个对方的执着啊，一旦就是这个就是有些这个事情不成功的时候呢，就是马上这个吃各种药啊，就是听说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话呢，每天都是寻找就是药啊，就是现在生活的目标都是寻找药。他首先只是知道是自己很多方面呢就是不理想，就是因此呢就开始这个找这个各种自杀的药，就是这样不入这个学无常的话呢，就是不用照药，就是最后也知道哦是无常，就是万法无常。被一个校准的话呢，就是代替就是许许多多的这种安眠药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现在说是老鼠药，就是那么总体来思维界的增减也是同样是无常千变的性质。那么这里是有总体来讲是那个这个事件的这种沉住坏空的一些这个过程。当然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讲呢，就是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因为我们呢这个人的这个宿命呢，就是对一个界或者是对大界、中界、就小界来讲的话，那就还是很短暂的。这么短暂的这个寿命呢，就是思维期蛮长的这个时间的话呢，就是对我们来讲是可能是这个是比较难懂的。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要这个了解啊，就是整个这个事件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往昔初解的时候呢，空中就是没有这个太阳和月亮，所有的人呢，就是都是凭借自己的光芒啊，这个照明，依靠身边行走空中，身体也是告到就是素有熏，以甘露为食，幸福美满，可以呢，就是天人相比邻。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人类的这个福报这个先欠呢，应该说是这个。就人们呢，就是过的就是这种生活啊，就是非常的这种这个快乐啊，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
据说论里面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先前有进入这个设计啊，就是先前有进入设计，而和坚持呢就是谈智慧啊，就而和坚持谈智慧。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的话呢，就是人们的这种这个生活呢，就是过得非常的这种这个快乐，就像跟这个田间呢，就是是没有什么这个差别的。但后来呢，就是这个福报呢，就是渐渐就是灭尽了。然后呢，就前两天所讲的呀，就人与人之间呢，就是产生这个我和我所知啊，还出现一些男女相啊，就是这个自然的这些光啊，就是全部都这个消失啊。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地上呢，就是产生一些这个庄稼，就是当当当，就是人们的这个福报呢，就是逐渐这个消失，就是。而后由于众生的烦恼和这个不善业，导致使得人们各种的福报呢，就是日渐就是滞销，以至于变成了如今这种这个状况，就是可以说我们现在人数这个百岁或者70岁左右的这样的这个状况啊，就刚开始的这种这个生活呢，就是慢慢就是已经这个变成了啊，现在呢我们的这种生存这个方式的话，那就是人人都有自己的家、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这种群体啊，就是有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我和我所知。然后呢，人们都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这种财产啊、政治啊、经济啊，以及呢就是民生当当，就是平民的，就是每天呢就是日日夜夜的忙着，就是现在的这种状况呢，这样的应该这样的这种这个生活或者是社会这个前边呢，就是对我们一般的这个历史上面呢，就是很难说。很难以这个描述的。以前很多道友就是学什么那个国外的历史啊、中国历史啊，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这里面所叙述的，就是人类几千年来、10000年呢，这么近的一个这个概念啊，就除此之外，就更超胜的这种时空这个概念的话呢，对我们脑海当中基本上都是是没有的。所以佛教的这种描述呢，根本不想跟现在的有些实践的这个理论学家或者是历史学家的这种这个学说啊，就有很大的这个差别。那么先进的人们烦恼呢，就是越来越粗重，就是又是就是导致就是福德的话呢，就是越来越减弱，寿命呢，就是也是越来越这个短暂。最后人到了这个10岁的时候，各种的那种这个记忆界啊、战争界啊、基金界啊，就是这个。升级意识啊，就是在出现，就是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难占不住的众生呢，几乎都是已经这个濒临灭绝。我们现在呢，算是还这个人们的这个数量也好、财产也好，各方面是福报是比较不错的。最后呢，逐渐还要越来越下去。我们实践人们这个数呢，就是现在啊，就人的这个物质这个水平呢，就是越来越这个提高啊。然后呢，一定要这个实践这个孝康社会，但是孝康社会呢，也许是成了这个人数10岁的时候的这个社会。开玩笑，你们都不懂什么叫孝康社会。所谓的孝康社会啊，不说了，那个所以我们这个福报呢，就是可以说是使这个越来越灭尽，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一般来讲，人数这个10岁左右啊，或者是20岁左右、30岁左右，这是这个有关的这个论点和经典当中专门有这个描述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出现了这个就是。这个瘟疫结合，还有这个战争结合，饥饿的这种饥荒季啊，就这三个界这个一出现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人类呢就是全部都这个灭亡啊，就全部都灭亡。比如说就是出现那个饥荒界的时候的话呢，那么就是出现那个记忆界，就是瘟疫界的时候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应该在这个7月7天当中吧，就是出现就很大的这种这个瘟疫灾难传。染病嘛，就所有的这些事件，人们呢，就是全部都就是死亡，就是那死亡的时候，种种药物就是根本没有任何的这种这个功效。然后战争界的时候的话呢，就是7日7夜当中的话呢，也是出现就是这个战争。出现战争的话呢，并不是哪一个国家这个来这个侵略你这个国家，或者说对你这个进行发动战争啊，不是这样的。就是每个国家每个人的话呢，他相续当中产生极大的
这种强烈的憎恨心，然后自身呢啊就开始啊就是互相这个战争啊，就互相这个战争，就是凡是见到人的时候呢，就变成了怨敌，就是这样。以后的话，那就是啊，就互相这个杀害，也基本上的是这个灭绝。那么最后这个应该7年7月7天当中是吧？就是那个饥荒的这个界啊，饥荒的界的话呢，那么就是那个时候啊。基本上是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庄稼也好，就是事物也好，全部都是没有营养，就是全部都是不能这个成长，就是出现呢就是，就众多的这种这个干旱和一些种种就是雨水不调的这个现象，就这种人们的所有的这种财富的话呢，就全部都是灭尽，那就那个时候的话呢，特别的这个饥饿，基本上是人数百岁的有些这个顾家照到的话呢，那么他们呢就是把这个作为这个。阴阳就是去年我，遇到过一个红啊，就是这个妈什么那个阿巴州红眼县的一个人呐、啊，他们说这个在50年代就是不是当时也是在这个藏地和汉地出现一些这个饥荒，就是在那个时候的话呢，人们呢就经常到石头林去，就是开始挖那些这个骨架。啊，就是挖那个骨架，然后这个如果在石头里面找到一些人的骨头的时候呢，就是他们会去在锅里面熬，熬完了以后那个水啊，就是那个汤呢，就是喝了，喝了以后的话呢，就基本上是2-3天当中呢，就是身体的是这个有力气，就热乎乎的。所以我们这里有些道友身体不太好的话呢。这真的有这种啊，这个说法，就是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很多人，就是当时就是找到一些粮食啊，就找到一点，尤其是一些这个动物的骨头啊，就那个的话呢，就非常高兴，就是把它熬开。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起来现在的这个人们呢，啊，真的是生活是应该说是非常的啊，这个快乐。虽然我们的这个满足心呢，就是没有的。有时候看到城市里面的人，或者是一些，这个修行不太好的人的话，那始终是自己心里的这种这个空间呢，就是填不满的，就是一直觉得是啊，我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就是心里面是就是空空荡荡的。就是实际上的话呢，啊，如今呢，就是有饮食，有衣食，应该呢，啊，就是生活自居啊，各方面来讲，就短暂的这个几十年当中，应该是可以满足的，可以呢，啊，就是适用的，啊，就是这到那个时候的话呢，啊，确实也是有很困难的，什么这个饥以兵饥，饥荒啊。尽啊，就饥以兵饥，饥荒尽，此地七日年啊，月年至，就是好像在《俱舍论》当中啊，就是说呢啊，就是到了这个最后的时候啊，人的福报就是最近灭了，就是最后的话呢，那么刚才前面所讲的啊那样的这个文艺这种这个饥以结合，还有那个就是饥荒的饥，战争的饥啊，就这三种最大的目的呢，在人类世间当中这个出现。那么分别呢，就是7年7月7日当中这个出现。这样出现之后的话呢，人类的就是大多数的99%的，就是这种人的话呢，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灭绝了。然后呢，就是人们呢，就整个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即使有一些财产的话呢，就是没有住人啊，就到了这样的一种这个空地。然后逐渐的话呢，他这里也讲了，就是这个那个时候呢，就是弥勒菩萨的这个化身呢，就是将为这些剩下的人们呢，就是宣传就是断除杀生的这个妙法啊，就是弥勒菩萨呢，因为在那个界当中的话呢，弥勒菩萨就是，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化身出现，所以先呢就是用他的这个幻化身来到这个世间，就是跟这些剩下来的啊，就是在这么多的这个灾难当中呢，就是没有就是死的，就这些人是很坚强的，就是然后最后留下来了，留下来了以后的话呢，啊，就是弥勒菩萨的化身给他们讲那个不要杀生，所以我们现在不杀生的这个，这种这个法确实很深妙的。如果我们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不杀生呢，就吃素啊，在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对整个人类的，就是各种这个刀兵灾难啊，种种的一些魔法时代的这个战争啊，就这些的，逐渐就是人心呢，就是化为这个善心啊，就净化这个人的这种烦恼啊，就是对整个世界呢，就是带来一种和谐的这种气氛。
那么这个时候人类呢，就是升高到就是1周左右，然后人的数量的话呢，就也是越来越这个增长，就是增长到就是20岁啊，就20岁。那么逐渐呢，就是一直在递增，就最后到了这个人数80000岁的时候，胡珠弥勒呢就是出现了啊，就是在这个出现呢，就是这个印度金刚座实现这个成佛，因为印度金刚座是这个仙界千佛这个成佛的地方啊，就非常这个殊胜的。然后这个成佛之后的话，那就是进行呢就是转这个法轮，也是跟我们释迦牟尼佛转的这个法轮呢，就是大致都是相通的啊，就是大致都是相通的，实现呢就是转达法轮。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呢，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呢，应该说是对这个未来的许许多多的这些事情呢，就描述的就清清楚楚的。而时间的任何学说的话呢，我看啊，就很多历史学家呢，就是对人类这个未来呢，就只是一个判断和预测，就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明确的这种方向。然后其他的各大宗教的话呢，也是对人类这个未来的就是种种的就是实现的一些这个就是毁灭也好，增长也好，种种的现象呢，就是都没有描述的。所以在这些方面上呢，就是我们就是作为这个佛教徒呢，就是也应该明知啊，就是佛教的这个这种学说的伟大啊，就大家应该要这个明白。那么这样，往返兼就是增减满18次一合，因为在这个刚开始的这个人数5两岁，然后5两岁呢，就是一直这样啊，就中间呢就是往返这个18次一合，人类的寿命最后呢到达5两岁啊，刚开始也是5两岁，最后呢也是这个5两岁。到5两岁的时候呢，就是僧伽佛出世啊，就僧伽佛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怎么说啊，就是在这个仙界当中的话，那就是最后一佛，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仙界千佛全部都已经出世完了，他也是在印度金刚座实现成佛的。那么这个佛呢，就是住持的数量是前面仙界千佛数量的众数，饶益众生的事业也是等同于千佛事业的综合，所以他的这个事业是最广大的，他的就是住持的这个时间也是最长的。他这些道理对我们一般的凡夫人来讲的话呢，就是真的是就没办法，这个只是在有信心的人呢，对佛教就是起信心，就是理解而已。真正我们心里面想的话，恐怕是有一定的困难呢。比如说我们是一般这个对怎么说啊，就是地理一点都不懂的话，那给他讲这个银河系啊，就是太阳啊，他们的这个一些整个这个地球的状况的话，那就是可能就是很难就是动到的。反正我们初中的时候呢，有一个王老师给我们讲地理，然后后来呢，就是他给我们讲，我们好多就是当时上初中的那些藏族学生的话呢，不懂那个汉语，然后一直傻傻的就是看着。后来呢，就是他说地球，我们都听不懂。然后在那个海板上呢，就是写一个圆圆的，凡是你们知道地球是一个圆圆的。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懂，就我们在这个小学里面基本上是没有看到过汉族老师，就是刚到那边的时候就不懂。后来他就给我们说，凡是地球就是一个圆圆的，就是什么就他就写一个圆圈，就是很失望的给我们说过。所以我们对这些时空概念一降的话呢，也许可能真的就是对这个佛法没有信心了，对未来呢就是没有这个真实的推测过的人的话呢，就是很难懂。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仙界千佛的整个状况啊，整个我们这个3000大劫当中的所有的这种时间的这个变化的话呢，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增加和减，就是增减了，就有这样的这个增减。所以说我们到了这个最后的时候，这一千劫呢，就是也是这个了无踪影。所以呢，就是观察这个劫的增减呢，也不离这个无常的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明白，就是所有的这些万法呢，就是全部都是应该说是这个没有任何的这种实质可言啊，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实质可言。所以说就你要就是中的自导，就是外面的整个时间也好，七世界也好，尤其世界。这些呢，就是全部都是不离无常的啊，就是三界无常啊，就如秋日浮云
就应该在这个官方庄严经当中呢，梵光庄严经当中呢，就是这样讲的，就是三界皆无常啊，这个如秋日复运啊，就如这个秋天的这个复运一样的，就是没有一个啊常法的。然后以前我们用过的这个其他的教证当中也是说过，就是说是这个三界无常啊，如秋云，众生生死如关系啊，就是整个这个三界呢，就是就跟这个秋天的白云了，秋天的白云以前可能汉地啊，就是城市里面就是不一定啊看得到，因为城市里面呢有时候是白云，不要说是那个天都看不到，就是天看不到的话，云更看不到，就是只是在那个一些大的工程里面，就是冒出来的这个黑烟烟了，尤其是东北那一带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就撤的这个什么这个高速路的两边的话，那就是在每个城市里面都看到的这个冒的这种黑烟，就是除此之外基本上看不到这个白云。在我们藏地的话呢，所以是为什么佛经当中经常有是那个秋云呢？就是好像印度是不是？印度也是现在有时候。看起来跟我们汉地一样的，就是有种这个，怎么说啊，就是不是很分明的，但是也可以用这种佛经里面是经常有这个比喻啊，就有比喻，所以我们在藏地的时候确实是这个秋云也好，春云也好，就是应该就是看到这个天空当中的这种白云呐。就是一瞬间就出现，一瞬间就是消失了。我们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这个法，就也是不例外的，一定要动到这个道理。文字上是很简单的，但是内心当中呢，就是自己的怎么说啊，就是对这个无常产生定解没有，就是靠个人的这个努力啊。虽然我现在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场合当中呢，就是讲了这样的这个无常的道理，但是下面的可能每个人的缘分和接受能力不相同啊。就可能也就得到的这个输赢呢，就是也是完全是不相同的啊。就是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老师就是上这个同样的一堂课，但是下面就是学生所学到的这个知识的话，那就是完全是不相同的。有些呢，甚至的是就是没有这个学到，反而呢就是对老师就是这个甚伤很心啊，就是有种种情况。所以我们实践当中呢，真的是有种种的这种这个因缘不同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因缘不同。那么我们从总体上讲呢，就是这个学习佛法就是很重要的。有能力的人呢，就是自己所懂到的这些道理就是随时随地的是对有缘的人呢，应该就是宣讲啊，就是我是这样这个认为的。因为你要这个宣讲就是这个佛法呢，就是应该很伟大的。就包括我们有些法师的话呢，有些是不想当法师。其实当法师呢，有些认为是可能没有地位。我觉得是这个法师的地位是应该是很高的。为什么上师如意宝的是他没有这个宣，就是其他的世间任何地位，就是他也并不是追求地位的。但是呢，应该从历史上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高僧大德，像阿底峡尊者、宗喀巴大师以及这个金明论师，他们都是一辈子都是当那个。就是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法师或者是论师，那应该他对这个人类也好，对实践的贡献是如此的大，因此我们极个别的一些这个辅导员也好，法师也好，将自己所懂到的这些深深的这个无常智理呢，宣讲给别人了。就是这个我觉得非常好的。那天我去学校里面，就是有些老师呢，就是讲那个无常的法，就是跟这个很多学生的从表情上看到的话呢，真的已经动到了。我像是现在我们实践的学校当中也是讲无常还是多有意义啊，就是因为他们长大之后呢，就是不像可能现在的社会上的有些人一样，就是这个睁眼闭眼就是一直是这个向着这个钱，就是除了钱以外，就是好像来到这个世界是没有什么这个目标一样的啊，不是这样的。我们如果动到了有点点这个佛法的教理的话呢，就是自己也觉得是这个生活呢，就是如火这个掌握啊，就是他会就是把握尺度啊，就是让这个动得分寸。否则的话呢，有些稍微有一点能力和有一点钱财的人呢，就是一直是贪得无厌，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控制能力。有些人没有的话呢，那就他也怨天尤人了，就始终都是一种处于恐慌和痛苦之中。因此我们就是当今时代的话呢，应该是唯一的能救活所有的这个人的最好的妙药呢，就是这个佛教
佛教的话呢，对每个人的这个心灵呢，就是确实是有这个帮助的啊。就是如果心灵有帮助的话呢，对他的这个身心呢，就是确实是有这个利益的。当然，这个佛法呢，就是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接受啊。就这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是这个这样的话呢，那更何况说是现在就是这样的这个恶劣时代啊，就是更不用说了。所以说，我们平时呢，就是应该把这些佛法的教理呢要懂的，尤其是对这个。 有智慧、有能力的人呢，就是应该对这个佛教的更细微的、更深奥的这些道理呢，就是进行这个研究，就自己要懂得它的意义。如果你没有这么广大的这个智慧，纯粹的这种智慧的话呢，那就是基本的我们这个现在的生存的一些这个方式和，还有呢，就是自己啊，就是能获得这个解脱的不堕入恶趣的基本的窍诀呢，就是也一定要明白。 那么下面就是说，分别观察四季变迁也是如常的啊，这个可能我们就比较好懂了啊。就是这个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的话呢，我觉得是啊没有什么不懂的，就是应该是比较好明白。也就是说，这个夏季所有的草地呢，就是一片青翠，雨水呢就像甘露一样铺将大地，人们也是尽情享啊熟悉悦已的这种美景，五颜六色的鲜花也是这个。 真言读其绚丽多彩，绚丽多彩，好像是这个天气一般的，真的这个夏天呢，就是像这里面描述的一样的，就整个大地都是绿意的。然后呢，就是铺将像甘露一般的这种雨水的时候啊，就人们呢，就是心里自然而然就是带了一种这个欢乐和快乐。尤其是你要欣赏外面的像那个天堂一般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鲜花也好，就是外面的这个森林啊、美景啊、山河啊、泉水啊。 那还有这个蓝天白云等，尤其是藏地的这种风景的话呢，到了夏天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种这个感觉啊，就好像这个转到天界当中的话呢，就是再没有什么可享受的了，就是也有这样。我的有时候可能是这个分别点比较重吧，就是尤其是夏天呢、春天呢，就是那个时候呢，到了有这个一些河边呐啊，就一边呢就是听着这个河水的声音，一边呢就是遥望整个外面的一些自然这个界的时候呢，心里面。 面的这种欢喜心和快乐之气呢，就是无法用这个文字和语言来这种表述。就确实是人间就是很美丽的。前一段时间我跟几个道友就是在一个这个河边呢，就是休息。我说是我如果要死的话呢，就是愿意冬天死，不愿意春天和夏天死，因为我说这个环境太美了，太好了，就是不愿意离开，不愿意放弃。 啊，这是有这种这个感觉，就是夏天的时候呢，就是虽然这个很美了，但是这个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啊，就瑟瑟的柠檬呢，就是将这个绿意也变成这个黄色，所有的花草也是渐渐的枯萎凋零啊，所以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呢，恐怕并不是这样的，整个这个环境的话呢，就是并不是如此的这个美啊，就是可以说是瑟瑟的这种。 风啊，就是串起了整个这个大地也好，鲜花也好，就是全部呢，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就是马上这个变色了啊，所以说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呢，就是对人的内心呢，就。 就产生一种很这个凄凉凄惨的一种很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很这个这种这个无情的这种伤感之情啊，就伤感之情，有这样的这种感觉。所以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你会深深的感到啊，确实如常的啊。你夏天的时候到这个河边，就是如实的舒服；到了秋天的时候的话呢，就是并不是这样的，到处都是这个落叶，到处都是这种这个就很凄凉。 的这种自然的这种，像就所以说呢啊，就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呢，也并不是这样的。然后到了这个冬天呢，就低冬呢，就是如这个石头一样的，滴水也是成冰，寒风凛冽，就算是经过许多马路，虚名也照不到夏季生长的一朵鲜花。到了冬天的时候呢，你经过很多的马路，它这里马路的话呢，一般是我们那个，比如说这个骑着一匹。 就是经过一天的这个时间的话，那这个以前藏地这个习俗上呢，就是称为是啊，就是一个马路，就是或者是许多马路，就是这样啊，就是那么啊，就是你如果这个骑马也好，或者坐车也好，就是去很多很多的地方的话呢，就是可能是找不到啊，就是找不到。
如果我看现在就是科技比较发达，就是比如说我们藏地，坐车然后到这个成都，到了冬天的时候可能稍微那个好一点，然后乘飞机就是到这个海南的话，那就是那就变化比较大的了，就是一下子就是这边是全是这个避难，就是然后到了那边以后呢，就是全是现化，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可能到了你一个世界，到了你一个地方的时候呢，有一种这个其他的感觉。但是我们在藏地也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地方的话呢，这个春天和秋天、冬天的这个变化，那就是特别特别大。这样以后呢，你就会感觉得到，那就是一切这个万法。那就是会是无常的，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以前呢，就是禅宗里面也经常讲的这个春有百花，秋有这个月就是然后那个夏有凉风，冬有雪的这样的这种四环呢，实际上也是说明一种这个无常的道理就是你这个春夏秋冬的这个四季的变化的话呢，对我们来讲呢，应该是从心理上就是对这个外界呢，就是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怎么说就是担住就是对这个无常感呢，就是应该说是自然而然的，就是会这个升起来的。如是春去秋来，寒来暑往，秋季冬季春季等依次出现呢，前前的季节的一切现象呢，都变成了另一番情形。这些是人们有目共睹的无常事理就是这个整个春夏秋冬的这样的这个变化的话呢，就是对我们来讲是应该就是很了解的，尤其是修的无常比较好的时候呢，你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呢，夏天就过了，就是一切都无常，我的身体寿命呢，就是全部都是无常。你让你到了冬天，到了春天的时候呢，也有就是不同的这种感觉就成了一种这个修行的顺缘。当然，你从来没有修过无常的这样的人的话呢，就是恐怕也不一定就是能找到。如果以思量昨天或者是今天今天早晨和今天晚上，今年和明年，时时刻刻都在千变之中。所以说呢，就无论是人和事物就都没有一个恒常可信稳固的地方。就任何一个事情的话呢，都在变化，都在这个千变着的，就是没有什么的。你看昨天我想好好修行了，那就今天呢就不一定想好好修行，就是有可能就是产生其他一种这个分别。今天呢就是我想就是要做这件事情，而明年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把这个分别呢就变完了。今天我这个打算就是到什么地方去，明年就是又不去了。所以说我们包括自身的一些心理的这种变化也可以看得到，就是一切万法呢就是皆是无常的这个道理。特别是我们自己所住在的这种所住的这个城市村落还有寺院当中，也可以清晰的看到，从前呢就是非常这个财产富裕希望发达的这些人们的话呢，现今已经沦落衰败，甚至呢就是成了这个家破人亡的这种现象。而昔日穷苦潦倒或者淡泊势力的这种人呢，可以说是势单力薄的这些人的话呢，那么基层当中也是变成了就是财运很多势力雄厚的，这些现象都可以说是就是离不开无常的本性。就如果真正是让这个观察得到的话，那就是一切都是离不开这个无常的本性。以前上师如意宝的就是无常歌里面呢就是说过，就是说是如能观想一切内为法就是如能观想一切内为法，乃为智识宿命无常数。就如果你能观想就是一切内为的春夏秋冬也好，或者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你的这个住宅就是你的这些亲人这些的这个道理上看的话呢，那么一切都是这个无常的这个数也就是说无常的善知识，它是完全是一个这个学习就是对照的一种明镜，就是可以说不用这个其他的一种这个窍眼。你看看冬天来了，然后春天来了，然后秋天来了，就整个这样的现象，或者我们身边的很多人的变化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包括我们外面菩提学会刚开始的时候的那些道友的话，那现在很多人都有离开了，然后现在有新来了一些，这一部分人的话呢有悔换的，所以很容易。因此我们很多的家庭就是他的一些希望化的最后的沦落这个乞丐，甚至有些呢做这个监狱就这个状况当中呢，就是可以
看得出来，就是我觉得是那个这个以前那个国际上啊，就是比较出名的，就是一个叫做是那个泰姬陵啊，就是泰姬陵是印度应该说是就是这个世界上是七大奇迹之一啊，就是它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就是陵墓啊，就是陵墓。那么他刚开始的时候呢，从他的这个故事当中，我觉得也是很容易发现到，就是一切都是无常的，就是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刚开始这个做泰姬陵的这个国王呢，就是叫做是那个什么是萨迦汗呢？就是萨迦汗，萨迦汗是很坏的，就是跟这个现在的有些这个国王和没有什么差别的，就是他当时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他跟那个叫这个巴努吧，就是也是世界这个绝就世界的这种美女，就是非常这个出名的一个美女呢，就是一起这个结婚，一起结婚呢就是后来就是因为通过就是多次的这个战争呢，就是一次战争当中的这个获胜呢，就是那个萨迦这个汗呢已经得到了这个王位。得到王位的话，那就他自己给自己就去了这个门。萨迦汗的话呢，其实是世界国王，就是世界大王的意思。然后他自己给自己去了这个世界大王。当时确实印度也是征服了相当一部分的这个部落啊，就部落。然后呢，就是当他们这个就应该是那个就是他的这个夫人呢，就是是21岁的时候开始这个结婚了。就结婚以后呢，后来就是他的这个爱妃呢，就是应该在39岁的时候呢，就是难产而死的，就是而死的。然后当他这个死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就是一起生活应该有18年，就是18年当中呢，就是生了14个孩子。14个孩子的话呢，好像那个7个都已经这个活下来了，其他都这个死了，但后来呢，因为就是刚才说的，就是难产儿这个死的时候呢，就是他特别的这个伤心呐，然后正在离开就是他的这个妻子的时候呢，就是他问你有什么这个要求，然后他说他很想呢，就是他离开世间之后，就是需要给他做一个就举世无双的一个陵墓。后来这个国王呢，就是已经这个成龙了，然后当他这个死了之后的话呢，经过22年的时间呢。22年的时间，用两万个这个工匠呢，就是参与，然后呢，就是做了就是当时这个国家就是所有的这些财产呢，就是全部都是基本上是用在里面呢，就是开始做了这个陵墓啊，就是做这个白色的这个陵墓。然后那个就是做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当然就是我们也想象得到，就是在22年当中做的话呢，那就是就不可这个想象的。后来呢，就是这个已经这个竣工了啊，就竣工以后的话呢，就是他把所有的这些工匠啊，就是有些时候是2万，有些时候是更多的，就是那些工匠的这个枝木啊，就是这个枝木呢，就是树那个木质的话，那就是全部都砍掉。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这个要求举世无双，就是他还把这个工艺呢，就是因为他们做得很好，就是再次会做这个其他的第二个这个坟墓，因此把这个所有的这个2万个这个工匠的这个木质呢，就是全部砍掉。砍掉以后呢，跟他的这个，这种这个妻子呢，就是他的尸体就是埋在一起。他想本来想呢，就是他这个白色的陵墓的对面呢，就是给他自己造一个黑色的这个墓啊，就是黑色的墓。然后呢，就是互相这个对应呢，就是也是就是他对他的这个爱妃的一种这个深情，就是这种之意啊，就是也是4年之情，要达4年之情。但后来没有想到的呢，就是他的这个儿子呢，就是开始这个篡位，就是杀害就是其他的这个兄弟，把他呢就是关在跟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就是泰姬陵就是不远的一个地方呢，就关在这个小小的这个监狱里面，就是关了这个8年的时间，在整个8年的时间当中呢，他在一个小小的窗户里面只能看到这个泰姬陵的这个倒影，就是他这个印在壶里面的这个倒影，就是他只能。他
他一直这个看着，因为有时候看起来他们的有些历史的话呢也很可怜。八年当中呢，一直看那个就是这个太极陵的这个倒影。到了最后的时候，他的视力啊，就逐渐逐渐就恶化了，就看不见了，看不见。通过一个报时啊，就是通过一个报时的范式，那就是不断的看。最后的话，那就是他得的这个忧郁症，那就是然后就离开了这个世间啊，离开了世间。所以应该从他的这个最兴盛的、最当时的、最发达的这个权威、权力和最后呢，就是降落到就是在这个监狱里面呢，这种状况来看的话呢，实际上呢，确实也是没有什么这个常有的。包括就是萨达姆国王也是刚开始的时候啊，应该说是这个萨达姆国际机场啊，全国家的上下的人的话呢，就是都是欢腾一遍呢，就是每个人每家每户都是挂着这个他的像啊，就是天天的是对他非常的恭敬。后来就是把他关在监狱里面，就是做那个教刑的时候，他死了以后的话呢，人们还是很愚痴的，也同样的就是大家过这个欢庆的活动，就是也要跳舞，就是当他上位的时候也要去跳舞，就是啊，就是萨达姆万岁如何如何。然后当他离开世间的时候的话呢，又想到一部分人在就开始这个跳舞。所以我们看呢，对身边的也好，地位也好，财产也好，很多的这个行为呢，确实像是瑞宝所讲的那样，全是无常的一种，最好的善知识。是啊，就我们看看身边的这个七世界也好，有情世界当中种种现象的这些，这个景象的话呢，都是如果你能观的话，那就是全是无常的一个比喻和无常的这个就是导师啊。如果你不能观的话，那就即使我们这个书本里面所讲的这么深深的窍诀，对有些人来讲可能当耳边痛，就是无所谓。那这样对他的心灵不一定是有利的。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各位道友应该从这个无常的道理上啊，就是深深的体会到它的深深意义，就今天讲到这里。